好彩头，好兆头，还有红头。今天是宝丰台中308展示中心开幕典礼，首先非常感激各位在星期六例假日能够拨冗应邀前来参与盛会，在此仅代表宝丰国际全体同仁向各位贵宾致上最诚挚的谢意与敬意。宝丰国际至今迈入第15年，对于室内装修、厨具、五金配件的品质严格要求，代理的欧美品牌等多样产品更是具备品质保证。台中展示中心新据点308，期望可以借此服务更多客户与合作伙伴。展间除了展示与推广五金外，更期盼在五金的领域和这个行业可以和合作伙伴携手共进，开创崭新局面。用钱祝福宝丰国际宏图大展，财运亨通，蒸蒸日上。好，那我们台中308展示中心场内大概有100坪。好，那原则上大概分个5大类。好，在我右手边橘色的那边是开放式衣帽间的五金配件。好，那在我左手边是我们代理瑞士品牌 PECA 的厨具五金配件。那我右后手边是一个门区五金。好，那我正后面是掀床，那最后一区是橱柜拉门五金。好，大家可以依照各个类别有兴趣的可以进行去参观去看。好，那有任何问题现场都有，旁边都有工作同仁，好，可以问他们一些基本的规格这样子。好， OK。宝丰国际赞不赞？露出了